当时他妈就哭晕过去了，那哥们儿咕噔一下就给我跪下了。你头一个礼拜能克服自己心理的障碍，就基本上能坚持下来。入殓师在大家的眼里是比较神秘、比较不寻常的工作，我也觉得非常的好奇，所以今天来到了Babaoshan遗体整容工作室来体验一下。遗体道馆是这样一个流程，会先有一个沐浴的一个项目，是把全身洗干净之后，然后穿衣服，然后最后是进行一个化妆的一个流程。是家属，家属会坐在底下，对这个环节有一个观礼。首先准备的时候就是把音乐打开，然后这个有一个熏香，两个人站好之后会有一个开场白。沐浴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上，亲人为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让我们能够清爽无碍地开始幸福的一生。在此也希望借由今天这场沐浴仪式，为某某女士洗去尘世间的一切病痛、辛劳与烦扰，让她能够承载着各位的祝福，了无牵挂地开始人生的下一段旅程。现在沐浴仪式正式开始。之前没有想过，其实我们一个人出生之后，刚开始也是我们也会这种接受这种沐浴，然后我们最后死去之后，就是最后一步也是一种沐浴，好像也是真的是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样想一想的话，好像死亡并不那么可怕。应该稍微的，就是冲你的手，然后让它从指缝中间流下去，这样就不会直接冲到他脸上。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儿看到更多的还是这种感动的事儿比较多。刚开始家属哭我也会跟着哭，然后但是老这样下去你没法干工作，所以就是慢慢自己调节了。因为有一次有一个算是老爷爷，就是我工作没几年的时候，他去世了，然后后来第二天约定好了来送衣服，然后结果我看他老伴儿也来了，然后就是准备特别整齐的一套衣服，然后上面还有一张纸，就写着送别老伴某某某的衣服被褥，然后底下就是写的特别详细，就是穿衣服的顺序啊，怎么穿，然后最后写了一句愿老伴穿的舒服，盖的暖和。穿完衣服之后，然后就是工作人员会把遗体请到棺材里边，然后推到化妆室去化妆。比我想象的反差非常大，在我想象中就可能会比较统一的颜色呀，就是一种颜色，这边你可以看见五彩斑斓，跟我们平时想象的那种死亡呀或者过世那种的反差还是蛮大的。给去世的人化妆和给在世的人化妆有什么区别吗？跟生前的人用的差不多，就是那种遮瑕膏。但是就是四号比咱们正常人用的要深一点，对，就是尽量让它是一个睡着的一个状态。当一个遗体推进来之后，因为基本上都是生病去世的嘛，面部表情会看起来比较痛苦，然后等化完妆之后它会是比较安详的一个样子，家属看到他心里也会比较的安慰，然后这样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工作最大的一个就是最大的收获吧。刚刚体验完入殓师的工作，我们又来到了Babaoshan火化室。现在在外面的温度将近有40度，室内的温度更高。我非常的好奇，他们在这种工作环境下是如何工作的。放在棺木里，由4个人平稳摆放在这个炕面上，头在这个方向，脚在这个方向，然后操作入炉。我们是带棺木烧的，有好多随葬品在棺木里，有时候带着有子弹、酒壶、化妆品，火化的过程中都会发生爆炸，所以我们规定在前10分钟火化的时候不允许观察炉内情况。其实最辛苦，我觉得有的时候最多的是误解和歧视吧。乍一提出来说你是Babaoshan上班的，人家那种眼光、那种不自然的动作，
会让我心里很不舒服。这个偏见和误解，这都是源于不了解和不理解。我从事的工作只不过是每个人人生中最后的那一个关口而已，帮助每一个人迈过最后一道关。曾经碰到过一位年轻的父母，大概在他家孩子还是4岁半吧。其实我们有规定，5岁以下小孩我们是不保证有骨灰的。他的骨灰呢，骨质非常的疏松，非常的少，可能风一吹就没了。一听说没有骨灰的时候，当时他妈就哭晕过去了。那哥们儿扑腾一下就给我跪下了，就是说，您能不能帮帮忙，给我们留个念想。我们就选用了一个单独的火化炉，通过控制炉膛的风量，控制炉膛的火，确保他这骨灰有最后烧出来很小一小块，交到逝者家属手里。我们是一个行善积德的事业，我们不只是烧死人。之前说到殡仪馆，一直觉得这里应该是比较阴森、比较沉闷的地方。来到这里，我发现这边环境氛围比较的平静，比较温馨。其实这里就是一个人最后的一个服务场所。今天呢，我也对人死亡有了一种新的认识。我发现，不管你什么样的人，到最后你还得经历这一步。更重要的是，你今天怎么活？